之前，却为什么无法凝聚于体内？小娃娃，看来你需要帮助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你一直藏在我的戒指里。我名为……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功法，你为什么一直都不传给我？药老，吸你三年斗之气，老夫也是迫不得已。老家伙，你可知道你吸收我的斗之气，给我带来了多少屈辱吗？小娃娃，你想变强，想受到别人的尊重吗？